好，我君，欢迎收看《这三煮什么之阿金下午茶》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挑战两种版本的鸡蛋糕，一个是电子锅版本，一个是微波炉版本。之前我做电子锅版本呢，就是一直失败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还要在外面去买一个现成的鸡蛋糕，让阿金来盲测，就是这三款他最喜欢哪一款。OK， 话不多说，开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食材非常的简单哦，五颗鸡蛋，然后120克的低筋面粉，60克的砂糖跟75克的牛奶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蛋黄跟蛋白分离。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两种版本的这个蛋糕呢？是因为我觉得用电锅跟用微波炉这两个是非常方便，放进去按下去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，看它哪个最好吃。咦，如果想要做个蛋糕送给女朋友，觉得这种应该是可以的吧？你以前有做过吗？我以前没做过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做也是 OK 的吧。来，先把我们的蛋黄打散，来加入我们的牛奶，加进去，搅，把我们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好，那这个步骤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面粉一定要过筛，倒进来。过筛会？不过筛你就会有颗粒状，颗粒状的话，你的那个面糊就很。没有很滑顺，不滑顺的情况下，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会有很多洞洞，这样可以加速它过筛更快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它充分的搅散开来，搅到滑顺、光滑面，整个融入在里面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它还是可以自己往下滴，这种状态真的可以。好，好嘞，那我们现在来打我们的蛋白，那我们就是。开打！我们一样分三次加入我们的砂糖。OK， 这就可以了，尖尖。那我现在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，先刮一点点就好。我们要分批的去融入它们。你不能一次太多，我们的第一批你可以稍微让它久一点，因为它融入在里面，等一下后面的就可以很快速的拌几下，大概长这样。有没有看到白白的已经融入在里面之后，再加入全部。好，现在把剩下的全部加入进来。手酸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料理，是吧？我相信现在的小孩子谈恋爱应该已经没有用这招了。你知道现在都干嘛吗？现在都干嘛？现在都问你说，要不要去我家看猫咪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拌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模具里面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两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来分中到一点在这里面，不用太多，一半就好了，因为它会发，它会蓬起来。OK， 好，剩下的我们就把它丢入在大锅子里面哦。希望我这次会成功，因为我的电子锅这个版本，我已经自己挑战很多次，前面几次都失败。我发现很多人的最后的步骤，他们会闷，让它定型。这个是我观察下来，可能就是我没做到的部分。我们稍微把它震一下，让它上面的泡泡跑出来，这样你的蛋糕才不会那么多的气孔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放入我们的电子锅中。按下水饭。哎，干嘛？哦，忘记插电。忘记插电。来，我们48分钟后见。然后我们这个，我们就先来，因为这很快。这两个放入微波炉10分钟就可以，希望会成功。10分钟，那很快耶。快。我们的微波火力不要太大，600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按10分钟 ，Let's go。
糟糕了吗？嗯，闻起来有一股烧焦味耶。我们的微波炉可能火力太强。哇，所以这个温度我们要抓一下，跟那个秒数，可能它不用十分钟，五分钟就可以，因为每一个品牌的微波炉的功率不一样。哦，我错了，哦，去。太焦了吧？这个，它整个是硬掉了，完全是因为时间太久。它只是一个蛋糕体是完整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做法是可以，只是我们的时间再缩短一点。先43分钟，然后我们在旁边观察一下它的变化，因为我刚刚是太自信。哦，很蓬呢。各位从荧幕上看不看得出来，但是它已经炸出来了。糟糕了，又失败了吧？来见真章的时刻了。有啦，整个外观就是杯子蛋糕，因为它那个热气不见之后，它会往下缩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吃一下我们这个微波炉做的蛋糕。这个形体啊，跟我当初在做那个电子锅的是一样的。简单来说，应该就算是没有熟。嗯。是好吃的，其实蛮香的，但就是长得不好看而已。不是长得不好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开箱我们的电锅版本，希望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嗯，我们最后的救星，我们要把它翻过来。哦，好像可以耶，跟外面卖那种古早味蛋糕一样。OK 啦，好，失败这么多次，总算成功一次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电子锅跟微波炉的蛋糕，微波炉算是失败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的电子锅啊，经过多次的尝试，我决定带这个产品，然后去外面买一个现成的鸡蛋糕，各切成小块给阿金品尝，看他喜欢哪一种版本。好嘞，现在来做阿金的这个盲拆盲盒啊，这是我做的蛋糕啊，这个是我现场买，那我等一下就把它装到这个碗里面，然后给阿金吃，看哪一个他最喜欢，非常的好分辨，这个是我做的，这个是店家买的。OK， 来阿金试吃一下，看一下哪个是爸爸做的，你先吃吃看，两个都吃吃看，咬一口就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蛋糕，鸡蛋糕。哦，好，再换另外一个。哥哥，真的假的？确定？那你做的？就做的。他一拿起来我就知道这是你做的，因为是我做的，很手做。哦，鸡蛋，我知道为什么你要最喜欢，你的比较湿。这个是外面有酥皮的那个，对不对？ Yeah. 好，那今天这个电子锅的鸡蛋糕分享给各位，那看你们喜不喜欢。可以自己在家里简单轻松做，因为它把它丢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了。嗯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么么哒。嗯，好。